帝国大厦，纽约，1931年，九就是基督像，里约热内卢，1931年，自由女神像，1885年，埃菲尔铁塔，1888年，伦敦塔桥，1892年，美国国会大厦，1861年，熨斗大厦，纽约，1902年，林肯纪念堂，华盛顿，1920年，金门大桥，旧金山，1936年，克莱斯勒大厦，纽约，1930年，旧美国胡佛大坝，1932年，旧美国拉什莫尔山，1933年，旧太空针，西雅图，1961年，旧圣刘易斯拱门，1965年，旧悉尼歌剧院，1966年，旧世界贸易中心，纽约，1970年，现在又重建了。旧马来西亚双子塔，1995年，旧哈利法塔，迪拜，2008年，旧东方明珠，上海，1993年。